欢迎收睇 Sports Network， 我系郭子龙。七个国家十几位飞升国际嘅花样滑冰奥运同世界冠军，包括俄罗斯冰王子普鲁申科、日本嘅芳川静香等等，都到中国展现冰上雅姿，为嘅系要为中国冰坛伉俪新雪赵宏博喺封都之前留低一个美好回忆。深圳站的亮点除了是星闪闪的阵容，还有一位耀眼的新瑞星，就是亚青冠军只得12岁香港的马晓晴。马晓晴，掌声欢迎他。Maybe I love you, maybe I do, maybe this feeling马晓晴在新雪和赵宏博的深圳封都夜作为第一个登场的表演者，演出由中国名将陈露为他安排的曲目，澳洲歌手 Lanka 的 Maybe I Love You。 压场的镇定，马晓晴比起同年纪的新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去年在香港举行的亚洲青少年花样滑冰挑战赛，当年只得11岁的 Macy 越级挑战13至19岁的青年组，横扫中国、台湾、东南亚的对手，成为亚洲青少年冠军。练了花样滑冰6年，大部分时间在北京训练的马晓晴，卓越表现加上独有的气质，吸引了国家队的注意之余，亦都为他在中国吸纳了一批属于他的支持者。就连赵宏博都赞马晓晴是可造之才，特别是速度之高、力量之强都是他的优势，只要在舞蹈和节奏感方面多下功夫，假以时日，未时要在国际舞台挑战世界必定有一番成就。新雪亦都认为马晓晴有机会和世界级的金牌选手切磋，一定有助提升他的冰上技巧和掌握心态。四届世界冠军加拿大名将布朗宁 Kurt Browning 在马晓晴演出之前就提醒小公主要谨记笑多啲。当然得益不少的 Macy 亦都吸收了高人的指导。深圳湾体育馆近乎座无虚席，但是对马晓晴来讲反而是动力，掌声足以反映 Macy 挥洒自如而且高水准的三分钟演出。自己落得好開心，喺台下都有少少緊張，但係上到去即係面對佢哋嘅即係拍掌聲啊，自己都好開心，冇乜咁緊張。我而家係喺北京訓練啊，咁一日即係每日都咁係翻完學放學嘅時候就坐車翻，即係去冰場度嚟冰咧，落啲冷包緊。因為從細都係從嗰邊，即係喺因為爸爸工作都喺嗰邊，所以都有可能習慣咗。